我是丫头小杰，今天我们要表演可伶可俐，谢谢。开始。自己长痘痘狂吸就对了，像我一样痘痘有黑比有红有白，多好也多可爱，多晶莹剔透呢。才不是嘞，选对洗面乳才重要。可伶可俐清淡洗面乳，赞死！深层清洁，提早清淡。痘痘不露脸，漂亮出门啦！谢谢。好，动作相当的夸张。谢谢。我们的自选题是模仿秀，谢谢。拜托，欢迎我们老师黑人。以毒攻毒，把粪便涂在脸上就可以造成消炎的工作了。什么？老师在讲，有没有在听？没有，没有。是这个时候吗？主要使用好的产品会让你脸又又透明，坏的产品会让你全脸长痘痘。这个时候就要使用可伶可俐。可是我那个是霹雳舞的动作，哎，这样吗？这个叫随着你手指尖，很难练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他好厉害哦，他把你精髓都学到，他长太瘦，还画上一个表嘞，好用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注重我有戴表这件事。因为你有戴很大的表，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表，所以就画。这样吗？像不像我们这两款像不像 PK 一下？哎呦，还蛮像的，交换一下好了，太用心了，很厉害啊！整个整体全部都搭配很好。小杰才14岁，可是真的就是有到位。谢谢两位，欢迎下一位。参赛队伍小清奇 Julia， 两位今天的造型还是有点神似哎，而他们能否赢得这个比赛嘞？大家好，我是 Julia， 我今年15岁，身高161，体重49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青，身高161公分，体重48公斤。我们现在要那个产品列了一个，产品也是这个了啊。我刚获得第一名的是他们。蛮厉害。好，请。准备好，指令题 ，Action！ 长痘痘狂洗脸就对了。拜托，才不是嘞！长痘痘就要用可伶可俐清痘洗面露才对啊！可伶可俐清痘洗面露，深层清洁，提早清痘，痘痘不见啦，快乐出门去。
两位的表演感觉在肢体及表情上都不够丰富哎，看来加分才艺得要好好加把劲喽。你们自选题带来怎么样表演？我们要唱歌，那个《光阳的约定》。OK， 约定，掌声欢迎。Music。就这样，三年又过了，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，闭上眼，等你的出现。空气中吻你的脸，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一辈子幸福的约定。为你写的那首歌，发也偷偷的掉泪了，我还记得。我这样仔细看都还长得很，你知道错在哪吗？头发，头发的，两个人的发型有点剪得不太对劲。真的啊，你自己看，两个人五官都长得很好。嗯，是姐妹吗？不是，嗯，要剪更可爱一点的发型啦。这样看不就那么可爱？好，谢谢两位，欢迎下一组。九号参赛队伍小鸡及小玉儿，今天会使出什么十八般武艺呢？马上带你回棚内来欣赏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小鸡，身高162公分，体重39公斤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鱼儿，我的身高161公分，体重42公斤。好，指定题的部分。对不起，我太晚来了，我迟到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好吗？豆豆，啊，豆豆就算了，你干嘛刺激我啊？长痘痘狂吸脸就好了啊！才不是嘞，要选对洗面乳，可伶可俐清豆洗面乳，深层清洁。那，啊，豆豆不露脸，快乐出门啦！这个奔跑的桥段，对，自己加的桥段。来，紧接着自选题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？百老汇是不是？掌声欢迎他们，百老汇的表演。I'd like to die for love。青豆的那个表现其实还不错，还比较轻松，反而才艺比较紧张。嗯，有准备了，但是刚刚算是有小出彩，他们自己说细节没有做好，还可以啦。OK， 对，谢谢两位，欢迎最后一组。